Ciao.好，这样整个球路我们说都活了，就站起来。大六分，打粉球，轻轻的推过去。27。好，通过五分过渡，那颗球弹起来角度正好。这球是有的吗？有组合球。At free。漂亮。At four。这球打得有些洒脱了啊，信手拈来。这杆你看。有点厚的，你看，组吧，还可以。对，撞这个红球堆，漂亮，别进蛋。运气不错，在带脚逛了一圈，逛了一下，42。这个球吃了一颗星之后呢，突然感觉有一个加速啊。对，它是高杆顺扇，它不光有加速，还有。我们说的旋转就增加角度了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正常的应该是直上，往右以后就在中带口下面的，他现在就直接还可以往五分这边走，好了，这局一下子被小辉破了，所以说，如果刚才这个主球能吊带的话，亨德利就有机会了。56。起啊。他就是这么想的，并且顶得很准。有点直的，但主球也被黑球也被顶得靠下了，所以弹起来正好。已经超分了，77。漂亮，78。好，旋转这么多。83。84。91。93。小辉能过百了，这样。漂亮，
96. Five. 小辉刚才那一杆远距离的红球拼球真准啊！一杆就小辉打吗？嗯，可能随便的打一打了。完成一百万。啊，这两个都握手了。这个比赛结束啊！第二阶段结束了。第二阶段结束了。还有第三阶段。对，在比赛当天的晚上呢，还是有一节比赛。